今天吃烩饭，冰箱有什么放什么？茄子切丁，土豆切丁，青椒切丁，火腿肠切丁。番茄提前冻过，更容易出汁。打两只鸡蛋，炒凝固捞出来，火腿炒香，番茄炒出汁，加入土豆，再加入茄丁，倒入鸡蛋，适量盐、青椒和生抽，加水焖煮，放入米饭，焖煮10分钟，加胡椒粉、青椒即可出锅。酸酸辣辣，蔬菜多多，我们开动了。